我这个弟弟呢，他是敢，什么都敢，敢骂，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都是很冲动的。直播时间有限，别说那么多了。那事实上，事实如此嘛，对不对？有什么不满意的，对我好了。有什么不满意的，对我好了啊。秦沛将大卫尔东升三兄弟同框了，在演员请教位总决赛上，三人分别朗读了一段自己的从艺经历，随后在舞台合体时，俩哥哥夸起弟弟丝毫不吝啬赞美之词，尔导还故作嫌弃的提醒将大卫别说太多了，哥哥俩最后还不忘给尔东升撑腰，秦沛直言有不满对着我来，没想到导播顺势将镜头切给了郭敬明，这充满综艺感的运镜真是绝了，不少网友都直呼摄像老师你在搞事情呢，不过看到哥哥这么维护自己，尔导也很感动吧，兄弟情谊让人叫好。录之前你为什么叫我，哎，导演手下留情，别冲着我，我有冲着你们刚刚。对不起儿子，对不起儿子。我觉得就是说是不管剧本、啊、不管我是哪，我告诉你，你们也别打圆场了。